嫩的粉肠看起来晶莹剔透，就是台中大甲必吃美食。粉肠哥一听到韩国瑜要来大甲妈起价，一早就出来摆摊，还准备多六倍的料。韩市长要来啊，要来，我想，伊若来就带浅草来，我怎迄工怎七个休，一工迄工怎全工无休啊，紧出来卖啊。对啊，即摆人也无啥出来，较等下规个这条路你无再有行。无再有行，所以先准备啦吼。对啊，即摆先用啥出来准备？不止粉肠哥一早做生意抢客，国鱼夜市必备的酥炸大鱿鱼，大甲一样也有，鱿鱼甚至还比高雄的大。哦，这酥炸大鱿鱼，你看它大小，你看对比一下。比我的脸还要长，宽度跟我的脸几乎都是一样的。今天老板今天备料备的特别多，我看一下看一下，多了两倍了，多两倍啊！看一下，拿出来看一下，老板的备料都在这里啦，满满的鱿鱼，满满的大鱿鱼哦。不止粉肠鱿鱼摊看准韩粉商机，大甲名产芋头冰也锁定韩流人潮。你要多多少？可能要大概三四倍，因为人那么多。韩流商机，数名小吃最有感，摊贩等着韩市长来，各个磨刀霍霍，准备动起来迎接人潮和前潮。记者龚玉德、朱显明、许佑翔，台中采访报道。